好少出多兰剑了，真的。现在多兰剑都没怎么出过了，我说实话。你们这版本神锋把这个其他东西都比的差距太大了，比的差距太大了。这感觉只要有神锋就行，其他东西都无所谓。所以说我说这版本老抽象，不灭是不是比强攻好一点？不灭挺好的。 哇，这就中单嘛，兄弟们，这就中单的快乐嘛。 我操，这就是中单嘛，好爽啊！这就是数值怪的感觉嘛，我感觉我们在中单，我们也像个数值怪。我感觉我们在中单，我们也像个数值怪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感觉在中单，我们也是个数值怪。<笑>这就当数值怪的感觉嘛，好爽啊！嗯，点多点几点意境了吗，兄弟？ 日服的帧数和韩服是差不多的吧？日服的那个 ping 啊，还是什么，和韩服应该差不多的。 上路太卷了，没办法。上路太卷了，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扛两下那感觉有点亏啊。 感觉扛一下特别节奏，扛两下也被扫。嗯，完好。能吃肚子。
我们家邻居路就挺好。什么梦幻般的对线？哇！哎呦，吃他两个 Q，Q 的好准。跳得好的。敵を倒しましたか？敵回復。ダブルキル。倒されました。然后我也不能一直推线，一直推线容易被抓。等到他等级起来之后，杰还是可以跟我打的。他也没有想那么虚我的。这边。吃完饭真的感觉 脑子有点转不动了，我感觉我的脑子有点 很难转起来，明显感觉到我的脑子就转不起来，我的脑子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那种感觉自己的脑子没有在运行的感觉，或者说脑子 运转得很慢，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吗？就感觉脑子运转的特别的慢。特权とは守られるべきもの。何と引き換えにして。都喜欢巴黎不打烊，又会用不打烊，悄悄在我耳畔。我牵的你撒谎，有话想对你讲，眼里却怎么？今天晚上确实吃的比较多啊，有点好吃，辣椒炒肉真好吃。辣椒炒肉是真好吃，我说出来。应该没有人能拒绝得了辣椒炒肉吧？
敌を倒しました。主播可以支持小米椒炒二金条，确实可以。但一般来说不会那样吃，知道吧？但辣椒炒肉真的好吃啊！哎，好烦！这样打感觉浪费时间了，就这样越塔塔越不掉。就是回锅都炒了。哎，不能吃辣的能吃辣椒炒肉吗？好像不行，辣椒炒肉好像没有说那种完全不辣的。辣椒炒肉好像没有那种完全不辣的。辣椒炒肉你们都会稍微带一点辣的。味方が倒されました。人家火锅的微辣你都吃不了。技術は発展を支える。支配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。敵を倒しました。为什么你们都说四川辣椒很辣？我不信。哇，感觉劫打劫对线我也太吃力了吧！我看着都感觉他满头大汗。哎，这真的是数值碾压！我看着这个劫，突然有点感觉到自己打那种英雄的感觉了，就是他不能有一丁点的失误，他但凡有那么一丢丢的失误，他就直接死。就他不能有一丁点失误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有一点点失误，他就直接死，没有用的，直接死。四川辣椒真的很辣吗？以后有机会去试一试，好吧。我还建议你们来南昌、来江西试一试江西的这里的辣。江西这里的辣其实也不是很辣的，我觉得。哇，真的有种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不能有一丁点失误，有那味儿的，这就数值怪的力量。哦，还好我是那个数值怪，好爽，兄弟们好爽。哎，最讨厌这种数值怪，但是如果数值怪是我的话，那我可以接受。哎，什么时候来成都啊？再说吧，再说呢。蒙古被社会土地和自放纵引得起骄傲，他的慢慢习惯放弃了抵抗。孩子们眼中的希望是什么形状？是否经常用面的唱到歌，但是忘了他。哇，这就是中单嘛，好爽啊！要不我们以后改玩中单吧？这种当数值怪的感觉也太爽了呗！敌を倒しました。啊？这一剑能歪？
WQ 走掉了，下辈子再去成都是吧？哦，所以磨刀吧，来给我加速。他死了。独立した女がもっと必要。味方のタワーが破壊されます。アンストッパブル。味方が倒されます。ダブルキル。我给不起承诺，怎么会怎么会？请原谅了我，我只能永远独自对待。啊，好爽！我操，日服的强度真的比韩服低了不是一个档次。日服的强度真的比韩服低了不是一个档次。当数只狗喽！怎么你们那么多四川的呀？比国服呢？和国服比的话，没峡谷强度高，但是对比普通区的话，差不多。对比普通区的话，就是差不多的。是什么装备呢？是吧？说这个，啊，来把大眼魔刀吧。感觉我这样会把我自己的鼻子给干碎。味方がタワーを破壊しました。味方が倒されました。敵の排除が最後。アンストッパブル。这波没躲掉啊，这波死了。也许，但应该也不会吧，没躲掉啊，他后续伤害他也打不出来的，他也追不上我。目的は明確だ。無作法は許さない。Uh-oh.
啊哦！吓死我了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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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味方がタワーを破壊しました。快跑！快跑！等我死个一个大招我就记了。Dominating。Double kill。再给我一个理由说你不爱我，没办法，就是鼻子啊感冒了，你有的时候你就是得用进去用上全身的力气，你才能让你的鼻子通畅，你知道。我也不想，但确实只能这样。阿瑞夫不叫你们转一啊，这个号是转一的那个，我帮那个无双兽人过，无双兽人过过把二枪晋级赛。ビルトーバーの中で私は魂を手放す。レジェンダリー。流血だから。怎么一个没踢出来？我的大影魔刀爆出来了，你打电一五十八也是，电一好像是在深圳吧，没记错，电信一区。还有你俩说是在深圳。你要在北方或者在哪里的话，你打那个都会这个延迟高一点的。像我打一区的话，我是二三十平吧。我打一区是二三十，如果是那种广东那边的朋友，应该就是个位数的平和十，个位数的平吧。广州聘六点零，差不多吧。你在深圳电一六十，不可能。你在深圳电信一区不可能六十。你在成都三十多，那是你家网不错的情况，是可以做到三十多的。就好你在上海打韩服，在上海打韩服也就是三十五的聘。啊，就是那个著名的三五事件。我记得我在深圳，我以前在深圳网吧玩的时候，以前很早的时候在深圳网吧玩过，聘只有八聘，哇，巨流畅。就是你去深圳的网吧，真的，那可能是你的网没弄好，你家的网可能没弄好，那可能你家网没弄好。广东那边不可能聘那么高的，聘那么高那肯定网速还不够。那肯定就是网速不够的问题。为什么在家在比在德国还高？我说的是你家的网的问题。你没有打过那个，没有打过那个。你那个网没法重新弄好吗？我说啊，一聘和十聘没什么区别的，甚至和二十聘都没什么区别，但是你要和五十聘六十聘比，那区别很大了。难哄的妹，一颗心只能被一个名字入侵。一勾八滚，一勾八一。对，怎么看都像广告哈，什么难哄的妹，谁他妈哄你啊，滚啊。